现在已经半夜12点多，要来去吃一下宵夜，月亮一样蛮大的。为了要测试一下 GoPro 的夜拍能力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月亮好了。这样子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月亮的地方？这样子看得到吗？所以我跑来买这个，这个应该算是五村的必吃的其中之一的宵夜。没有冷气吹，实在是有一点热。然后因为老婆要喝热汤，所以只好回来开冷气，边开边吹边吃这样。好了，这是今天的超日常被骗。封面有告诉你，这是被骗，真的。我不奢求你帮我按个喜欢，但是不要退订阅就好。我是刷卡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臭豆腐真的超好吃的。因为它是现炸，所以可能要等比较久一点。再来就是它的那个辣酱啊，如果喜欢吃辣的，应该蛮多土生的大概都会知道啊，就是它的辣是真的又香又辣，而且是辣到非常非常非常的辣那种。